像最近来说，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先讲来说提供的节目，在咱的线顶，甲咱的多亲来讲有听声无看影啊。但是呢吼，伫咧咱的空中内底服务，啊，咱有现场一线电话5966449这个电话，咱拢会当来甲利用，然后看是要选曲啦吼。啊，是讲吼，啊，你有迷茫啦，吼，梦到什么啦？啊，有的人讲吼，啊，平常时啊，吼，有真济吼，啊，人讲过吼，啊，无合道理的啦，吼，啊，咱要听看卖看，啥物叫做道理？吼，安尼嘛会使来开讲啦，吼。哎，有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，慈天必生公的服务电话：5916045。外观区的道歉，咱加05感恩。来，咱今麦来听，咱蔡大帝吼、哦，啊，提来吼、哦，啊，甘美香结缘呢，天上圣庙妈祖娘娘。天上圣庙妈祖娘娘，天上圣。众生出苦顶，浪中来去何时存？现前阴阳显微明。今晚来听一对天上圣母妈祖娘娘，人讲二月份啊，二月二五三山国王嘛都要到啊吼。咱过来就是咱的三月初三，三月初三就是咱的北极玄天上帝，三月十五呢吼，保生大帝啊吼，保生大帝。哎，人讲大道公到妈祖婆了吼，那三月十五过呢吼，那就是三月二三了吼，妈祖生
现在朝天宫奉天宫，现在是说我们这次这个妈祖绕境活动都因为武汉的肺炎而延后了、啊、现在就是说、无限期的延后，什么时候呢、就要来完满到我们这次这个人说全世界工业的、就是我们说的结束，工业的结束，什么时候这个结束呢？这真正的解除，然后真正的解除这个灾难，跟真正会安安的减少损失到咱这个人的命呢？咱讲高官显著的人，伊嘛同款，因为这届这个武汉肺炎，会损失到生命的人嘛足济，因为足牛的人，吼，伊是一个贤达人士啦，卖去对着歹运啊。吼、哦，啊是讲家己对抗力无好，有可能吼、就定定吼，会去拄到这种吼无辜伤亡的代志。但是即马吼，听讲这个武汉肺炎吼，我来讲有发有破呢吼，就是咧讲吼，身躯呢要保持什么啊那个温度啦吼，过来就是讲卖啉凉的，凉的尽量卖啉啦吼，早晚呢吼身体呢吼要。让它的温度提升，浸脚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讲吼、哦，浸咱的身躯啦，可以发热，吼、哦，要困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甲啉一杯盐灰啊，还是讲透早爬起盐灰啊，甲拉一点啊，吼、哦，安尼甲恶吹恶恶的，吼、哦，烧烧烧那个啉几嘴啊，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呢，吼、哦，因为。他怕热，然后怕热，啊，那怕热的好滴啊，你吼，所以咱家己平常时都要保护自己，吼、哦、啊，不要去吼、哦，因为你没有保护你自己啊，因为咱家己呢吼啊拄着啊，啊，所以讲换咱来去探好别人，安尼嘛无好啦吼、哦，所以你才甲咱啊提醒一下吼，有人讲甘蒜头有效啦吼、哦，甘蒜头有人就讲我食菜都无食蒜头，吼、哦。盐有效，盐买杀菌啦吼，啊，那呢罐头也是很好。啊，人参嘛吼，姜有一罐这个抗菌浴啦，可以绝炎啦吼，它那个可以喷脸，吼啊，吃到也没关系，吼、啊，那小朋友都可以用啦吼，啊，咱一当来姜个炎啦吼，那个世间事，世人多，世间利。人自我啦吼，以前呢总以为烦恼会伤人呐、啊，后来才晓得你若转身，它即是浮云呐、啊，就飘散了吼。为什么烦恼不会害人？就咱长个报纸里啊，看迄个人啊呢，拿一支刀啊呢，胸盖盖吼，去到个嵌落啊，就死呀。吼，伊呢，干是情绪上没有控管好，情绪上没控管好。你遇到了这种事，你就认为说，吼、哦，你很吃亏，你一定要让对方啊付出代价，啊，你做假亏啊，你不要对方付出代价，那你付出的代价，一个人是肉体下步，冤枉死啊，那么你呢，敢唔免受到法律的制裁？敢讲你情绪没办法控管，你有失去意识力还是怎么样？所以你去杀人，你就可以减刑吗？尊公给你减刑啦，无给你判死刑。但是呢，吼，咱要讲起来讲，你一世人，咁这个阴暗的影，你杀人的那刹那当中的凶恶，你不受吼、哦、社会批评吗？吼、哦、啊，你不会受到内在的苛责吗？你是一个无良无知的人吗？你是一个无慧无目屎的人吗？啊，既然你若有慧有目屎。那么你终是有一天你会后悔忏悔，所以咱讲，咱哦没必要在意生活的恩恩怨怨，当然不错，但是没必要为我儿的肝胆呐苦恼不堪。我儿的肝胆就是讲，啊雄雄去拄着的，咱无法度转，好、哦、没有办法转，练没办法转。你要翻转你的命运，你必须要怎样？要去除你的旧念，以前不对的，你要把它翻转过来，拨乱反正，还是要由你自己的吼。那讲一片叶啊，吼、哦，落在倒位啊，拢是归宿。
一蕊花呢，啊开伫个地，拢互人感觉会香。一双脚行到地，拢是路啦吼。一粒心呢，安伫个地，拢是幸福。心中啦温暖啦吼，照着咱家己个吼，即、這个阳光走，眼中有慈悲啦，落在何处，这是自爱啦吼。所以人讲变化中的一切，全然接受。吼、哦，咱欢喜而不止啦！吼、哦，欢喜未执着，恐惧而无忧啦！吼、哦，伫逆境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拄着逆境啊，咱未去拒绝，用心生活每一天。因为逆境来啊，你总是未当闪避，啊，未当闪避，那就是安那当面接招就好，见招拆招，四两拨千斤啦！吼、哦，所以就这地主呢来问佛祖来讲，佛祖啊！啊、你既然都有心痛个慈悲呢吼，为何呢？一个人受这么多苦呢？吼、哦，这老生常谈的话，但是呢吼、哦，我儿啦讲来给大家听吼、哦。佛就讲啊，伊讲我虽有四大神通力啊，我有足大的神通力，但依然呢有四件代志我做未到的啊。第一件是啥？伊讲因果不可改啊，主因主果啊，别人是代替不了的。吼、哦，啊，第二样就讲智慧不可数啊，一个戆个你要变巧也很困难呐、啊。所以讲智慧无法度数哩，任何人要开智慧呢，离袂开自身的磨练。有你无？有你啊！因果我袂当替你代替，智慧我也袂当予你啦。啊，第三就讲妙法不可说啊，宇宙真相用语言讲不明白啦，只会当靠啥？靠咱家己日日去实证啊，吼、哦，逐天去实证、实证这个因缘嘛，吼、哦。第四就讲无言不能多啊，无言之人呢，伊就是听未入你的话嘛，所以呢，就讲天物虽阔呢，不论无根之草呢。吼、哦，佛门道门广大呢，难道无缘之人呢？有理无？有理啊！释迦佛这么神通广大，伊都有无法度做到的，吼、哦，无法度做到的工课，四项工课，因果，我都替你了因果。过来就是智慧，无我嘛无法度给你智慧。吼、哦，啊人啊，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你要自己去解决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，咱毋庸置疑啦。咱对咱哦，这个心性啦吼，咱讲灵性、甲智慧啦、修行啦，吼，人类现在有关有价。现在讲人类有关有价，因为阳神、冇阴神呐，吼。咱虽然拥有正确的认识、甲理解，但是却是流为迷信、盲从、沉迷。啊，咱就变成讲失去了咱家己的智慧的判断。有人讲，啊，我呢卖厝来奉献，来交天库也好，我卖厝来奉献也好。但是确实有足侪人讲，骂我戆啊，骂我愚痴啊，吼、哦，啊，骂我安怎，吼、哦，骂我迷信啊，有安尼无？有啊，吼、哦，有人安尼无？有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我都布施甲安尼，但是你要看你的布施，你是有智慧的布施，也无智慧的布施啊。为什么要留为让人家说你是迷信，让人家说你是盲从沉迷，吼、哦，将你失去了家己的智慧判断，因为你判断力无嘛，所以我用阳神甲阴神安怎分，是咱家己的这个啥，吼、哦，咱的脾气毛病个性，你心若有开阔，就是阳神较济嘛，吼、哦，啊你若吼定定安尼吼丢孤啦吼。啊，定定吼，安尼乌白怀疑人啦吼，过来就是定定呢，人别人咧创啥咧讲啥，你拢有迄种负能量，吼、哦，你就会感觉人家在伤害你，人家在讲你的坏话，那呢你头壳底就是阴神，阳光就是阳神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有高有低有低呢吼，有高下，所以讲咱人有高有低啊，所以咱都上顶人、中顶人、下顶人，够下下顶人呢。下下顶人就是啥？他的脑部有问题，
神经方面有问题，身体上有问题，他都不是他愿意的，因为他必然负有因果对待，所以他在今生今世他要示现、哦、共业，示现给共业，在家庭也是一种共业。你若家庭吃吃一个吃毒的孩子，你就是跟他共业。这个孩子毒若无改，恁全家伙啊吼，都敢那未输啥，派枪支咧过日子安尼，派着地雷火炮咧过日子，啥物时阵要甲伊烧厝唔知，要甲你讨钱你唔好伊，吼、哦，伊就甲你放火烧厝，啥物时阵要甲你安怎你唔知，你就饲一个，不管是喏闹未清未清楚的，吼、哦，毒若食落就六亲不认呢，你来拄着毒若食落六亲不认呢，啊恁啊。安尼你该强业无？是啊，该强业啊，因为伊是恁囝，你要甲放啊，唔治，要甲讲死，唔甘吗？啊，敢唔是甲你强业？啊，你啊饲一个囡啊，完全无担当诶，吼、哦，啊，着食饱呢，结果软软啊，拢干咧要倒厝诶，吼、哦，啃老，吼、哦，啊，手伸长手也未感觉伊会歹势，他没有被那他不在社会里贡献，他也不会用自己的能力去贡献给自己，也没有办法用半点能力去贡献这个家庭。那你跟他有没有共业？有啊。所以我常讲吼，业不是讲迄个囡仔，咱就拢做迄个囡仔就好呢。吼、哦，迄个囡仔呐，如果是跟你共业要来讨报，忏悔人是老爸，忏悔人是老母呢？为什么？无咱来去生这种囝来接我咱。所以该忏悔的是许大人，不是那个儿子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搞错方向了吼、哦。事实上啦吼、哦，有足济人吼、哦，伫咱今嘛要修行的时阵啦吼，我们都是希望怎么样？我们会知道的比别人多吼、哦，希望咱健康稳健吼，听会到。希望讲吼、哦、啊，咱的目睭呢会通呢，看会到吼。哦啊、所以在这里、个啊、咱说不管说你是什么样的教派、啊、咱都有静心静坐啦、啊、都有这个训练训体，那道教呢、啊、在咱母娘的系统里面有点灵点窍、啊、如果要点灵点窍，真正给你点灵点窍，你烦恼若不断尽，你也不可能灵窍会开呢，因为你还很执着的、啊、你一以这个烦恼吼，去做你的啥？去做你讲吼啊！因为我足侪操心，足侪烦恼，因为我真侪代志，所以我要来修行。你用痛苦来做你的增上缘，那就是更痛苦啊！为什么啊？我都足认真拜，不管是钟头庙啊，好大经小经，我拜透透啊。为什么阮翁也是还佫啉酒啉到醉茫茫呢？还是同款呢？吼，这条行呢？而不是因为你拜他就会改变了，是要他真正的、哦、有去体悟他自己的不对，他才有在改呢、啊、你不要改破骨肉也无用呢、哦、跪等你的脚也没用呢，你用跪的去跪、哦、你的囝会变怪，是用跪的去跪你的囝、哦、跟你翁就会精壮，那不是这样呢。我们的心地如果受到了五欲六尘的蒙蔽，因为它本来就有污染了，它失去了清净的本源呐、啊，它丧失了种种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本身的功德力啊，那个业障现前的时候，它蒙蔽它的聪明智慧，它就是一个很愚痴的人，他讲出来的话，吼、哦，还有他所做的事，都会让人家吼、哦、觉得很汗颜，怎么会这样？吼、哦、啊，咱要恢复伊光明的本性。你要去除他的妄念，要洗除他的所有一切，你要让他清净光明的本性，那要从哪里？就是要从他自己懂，你了解自己错在哪里、哦啊、不是用超能力就让他改变、哦啊、是说用心力要有办法替一个孩子改变，那这样用心力就可以替一个孩子改变，因为你来拜很虔诚的，你们翁你们家都会改变。我跟你讲，你的女儿会改变是因为什么？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因缘里面，你要看你跟什么因缘，你不知道因果你怎么去了因果，你知道你跟他的对待关系，你才会怎么样，你才会承认、啊、你教这个孩子为什么没办法教，是因为你的错，因为你
以前跟他结的怨，他还有怨心，一太有可能你在讲话听的内，忠言瞒女儿了吼。啊，所以有时吼，咱就安尼讲吼，啊，咱要安那照这个外力，外力就是讲心性啊吼，护菩萨啦吼，啊，照这个外力吼，因呢，那佛祖嘛讲啊，心通不得业力啊，有心通而无智慧，吼，安尼嘛是神通敌不了业力。啊，咱在讲吼，你光华内敛，你要怎么修行才能够借神吼的能量来打通你？你就是要第一个要放弃贪求名利造恶业的心态，也不能因为你有神通而借助神明的神通而敛财。所以咱人啦，临命终的时阵哦，照样是躲不过无常啊，每一个人都逃不过轮回。所以咱要了解这是真相。好啊，你就知影讲，任何恶念做坏事的人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那不可能啊吼，那只是欺人欺心罢了。所以咱经常爱存好心做好事，到最后呢，咱讲天吼，咱就讲人亏天就补你啦，好，这是一个道理嘛吼。其实这嘛是善恶将有报的原因之一嘛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各凭呐，但凭个人的取舍和凭一念之间呢，上天没有对谁做特别的照顾，上天也不会对谁。哦、放下了因果而不追讨、哦、那你业力、哦、不会因为你这样他放下了而不追讨，上天也不会因为你这样而、哦、咱说慈悲到没有管理、哦、让你、哦、一直去做坏事，那是不可能。所以、哦、咱就这样说，人呢来到这世间、哦、真的有事的时候、哦、你要问清楚了、哦，我常在说有事情要问我清楚，为什么有事情问我清楚，有很多人怎么也不清不楚、哦、就是在说、哦、今天这篇我感觉不错，说了又不听，听了又不懂，不懂又不问，问了又不做，做了又做错、啊、错了又不认改、哦、认改了又不服气，不服又不说，那你看会调来凶无？会无？会啊！所以咱人吼，我基本他寸草未平等吼，对待关系嘛未平，嘛未平等啦吼。反正你对伊较有缘嘛，伊就对伊较讲较有话嘛；你甲伊较无缘，就讲较无话嘛。吼啊，有的人就是要讲有迄个玄玉的差别嘛，吼玄武的差别。啊，一个人吼真巧真精工，啊，佮一个。哦啊、听起来这样憨憨厚厚的人、哦、还有那种半愚痴他又半聪明的人，明明是愚痴他也要半聪明、哦、那种人就是 说了又不听，听了又不懂、啊、不懂又不问、啊、问了又不做，一直跟你问一直跟你问，我要怎么修，我要怎么走，我要怎么、哦啊、跟你问很久的，但是他你说了他又听不进去，他又拿很多理由来搪塞啊，不法度呢，哦，我现在都爱安怎爱安怎爱安怎，你跟他讲一下午撞来撞去，都撞在他原来的自己的困难，是因为他走不出去，爱的走不出去啊，好啊，你跟他说了你他也听不懂啊，所以说说了又不听啊，听了又不懂啊，不懂又不问啊，问了又不做，啊，做了又做错，啊，错了又不改，吼、哦，啊，认改了又不服气，吼、哦，啊，不服又不说，伊不服伊嘛，藏你心肝底啊，伊不服藏你心肝底，伊阁无爱讲互你听，哦，我这代志就真正足落天，啊嘛足掠狂的，为什么？咱俩咧讲吼，人呐、啊、吼，是因为这样子。啊、所以有时吼、哦，咱常咧讲吼，人呢，吼、哦，真的要怎么做才是真心的打动了？吼、哦，是真心的打动了你的什么？你的原来的本真了、啊、哈、哦，原来的本真。我等下讲本真也是去啊，咱呢世世代代呢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这个吼、哦、
吊呆，好、哦、穿来穿去，都是在这个宇宙当中，然后一世轮回，好、哦、啊几世轮回，我们的本真，那的本真炸得无起呀，哈、哦，啊本真无起啊，你想呢？你说，你的本真都失掉了，你拿来的，好、哦，哎，能够回归之路，这一点光就失去了，好、哦，蒙蒙渺渺啊，你哪唔过落来六道轮回？那当然会呀，哈、哦，你讲是不是呢？台南的师姐，然后詹淑姐吼，伊讲梅香师姐，我给你呼吁一下吼，我讲安那，伊就用碟网用碟吼，我的手机啊，得给我下载。伊讲啊，梅香师姐，我拍摄吼，卡现场的电话，我讲啊，你拍摄卡电厂的电话，我就卡回电话啊吼。伊甲讲吼，哎、欸，我甲讲吼，我以前我都唔敢开车呢，因为我目睭吼都拢。未聚焦，啊，佫一样就是啥，你知道？那就是吼、哦，开车拢头前拢搭一个乌影，我就是不敢开车，我会开车，我就不敢开车。吼、哦、啊吼、哦，阿妈是吼、哦，拢要出门一定爱先生载，阿无就儿子载啦吼。啊，听你的节目听哈尼啊久啊吼，哎、哦欸，啊最近呢吼，这一个月，你介绍焦点，啊，我有甲你买呢，吼、哦、啊，恁的回给我，我寄来呢。我吃两盒去安尼，我即马敢开车了，好、哦、啊，真诶哦，敢开车哦。伊讲系啊，我看有呢，我即马迄个铁搭乌炸伫头前，迄个无去安尼。我唔知影恁焦点哪只好用，啊，没想之前恁妈呢，较早都提早都介绍啊。我接到这种吼、哦、产品，也不是说我想要怎样，那是一种因缘，然后是一种因缘啊，所以你敢开车。也是要、哦、平安开慢一点，然后啊，豆豆啊，甲保养吼，豆豆啊，甲保养。哎、欸，这嘛算功德啊吼。啊，那感谢詹叔这吼、哦，你给我来这一段，让我更有信心了吼、哦，去代言焦点叶黄素了吼、哦。啊，医生这算功德了吼。哦即块吼，雷山老庙，迄天呢，放在上，报上在上路尾，讲听未够开啦吼，讲叫我阁报上一届安尼吼，来，啊咱的道亲呢，都喜欢听雷山老母这一块曲，上我咱做咧顺性等这老班呢吼，伫遐咧熬衫裤啦，熬莲花啦，大家真辛苦啦吼。啊，马上我们啊，所有的这幽宫、幽庙、幽堂，然后全部哈，咱这幽宫、幽堂、幽庙，因为哈没办法说每一个宫哈都介绍出来了哈，啊，所以咱这幽宫、幽庙、幽堂哈，大家拢修会定性了哈，来坐回来收听《雷山老母》。
收听这个雷山老庙了吼，那许丽娟师姐呢吼，被讲起讲也很好学了吼，在咱慈莲毕生宫呢共修一段时间了吼，啊，今嘛呢吼对灵异吼专白文了吼，我觉得写得很不错，那就就咱雷山老庙这个性格。马丁是跟阿波牛呢，得甲咱选款啦吼。伊讲家主之年灾难济啦，地表永化万物灵，万物生化养人群，人生地上爱感恩啦吼，无来度化众生灵，劝恁学道修真理。木在违反天地理，讲天地万物共生存啊，飞禽野兽亦如是啦，同是某的可怜儿啦。人类不贪口中福，残害生灵反祸害。天理不容世间人，天地反扑大自然。瘟疫不断人自修，劝恁修持心向善，劝恁修持心向心向善，修善断恶劝世人，真真假假修完行。哦，咱的老母啦吼，慈悲啊吼，啊，咱许丽娟师姐就甲这篇文啦吼，啊，传给我啦吼。哎，我讲吼，伫咱慈莲毕生宫咧，即马吼啊，伫共修的弟子，大家都是非常有进步，很神速的进步了吼。对北部来的吼嘛，足进步的吼。啊，咱南部来的嘛，赶快，真的我们会培养出吼出类拔萃的弟子，吼让他们真的有心了吼啊来护道，而且呢吼不只是有心来护道。还可以呢，吼，传承母娘的圣意，传承母娘的圣意呢，吼，啊，将呢，吼，母娘的圣意，吼，啊，这个圣文给接落来，然后呢，吼，会当分享，和咱足济兄弟姊妹，然后会当来共餐共学，然后，那我们也感恩，然后，咱的东华宫，五级东华宫，然后，咱的主席，顺学师姐，吼。我没想一个机会呢，吼，去，吼去讲到这两点钟，然后啊，也是在广结善缘，然后啊，也很感恩。啊，最近嘛是各有吼，啊，咱的兄弟啊，你问我没想出来，你干嘛要有时间出来讲？真的是，也不是说时间有限，然后因为还要做咱的这个春季吼，啊，也有很多工作，啊，必须呢，吼要去做。啊，没有办法说很多时间，然后没办法很多时间，啊，有的话，那吼使命必达了吼，
因为咱既然有吼，咱的有咱和咱的母娘吼，啊，甲咱点做传令兵啊吼，那必然呢吼，啊，我们也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哦传播善知识，甲咱母娘的神经质吼，魂哦，一旦呢继续能量提升，吼，啊，过来就是发扬自己的灵性，然后像咱庄丽英师姐吼。啊，伊就是伫咱中华信华宫嘛吼，啊，他也是哦吼，他也是很棒，吼、哦，很棒啦，甲官甲宫换甲足好，但是伊嘛是伊讲啊，慈天毕生宫都是我的学校啊，吼、哦，伫我的学校我伫遮学的啊，啊，我伫遮学的吼、哦，啊，甲伊老公呢，较早来的时阵，你讲我唔捌懵懵懂懂的时候在慈天毕生宫学习的，那现在有成就了，也是要来感恩慈天毕生宫的母娘，好、哦、的教化，好、哦，也感恩、哦、大家共同来提携嘛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啥？你有把慈天毕生宫当作是母校，好、哦，又把慈天毕生宫的母娘，好、哦，当作是。咱家己的先天的主公，然后，那么呢，我们就手牵手，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共做大道，然后共献神威，然后。今天所收听这段骊山老母，那下半段，然后我们就是要把七真传诠释吼。啊，咱感恩然后咱的孙阿叔这对于咱的节目支持个爱好，虽然毕生讲呢吼，咱的香品啦、香香环、素茶、贡巴、小盘香、普灵灯、虫草王山高宝，啊是金家人，还有就是讲吼，咱有咧食吼，咱的焦点叶黄素。啊，是咧食吼，咱讲通咱的这个啥啊，所有的宿便吼，啊，好咱的吼，身躯较袂汗的这脂肪臭肥吼，啊，咱的多美千呐吼，多美千买二送一是机会哦吼，以后都无这种好康的买二送一啦吼，所以甲恁报告一下吼，来恁今物要来讲七真传啦吼。七尊传第三回的下部啦齁，第三回咱讲齁有上跟下齁，因为一次他没办法讲完，咱讲下篇啦齁，上篇咱讲啊齁，啊拜六讲啊齁，咱现在讲下篇啦齁，第三集的下篇。讲七经说七经啦吼，这王浩然已经去接到万恩桥李祖呢，加咱的这个钟离呢老祖来传道啦，传经的口诀。这传经的口诀转来吼，伊头壳一定爱足静的，爱足冷静的。袂使讲吼，啊！伊个房间咧租房吼，啊，不管是着，连咪着因家后来嘘寒问暖啦，连咪着因囝来乱一个啦吼，所以着感觉安尼唔对咧。老师所交代，即七
真的口诀，我必然要静静去消化，静静去甲悟嘛。我爱悟通内底这个道理呢吼，我唔只有法度，哎，不悟书籍啊。哦，既然将李老祖甲李先祖无看清我这凡间人呢，哦，愿肯给我这个修身得道的机会，我哪可来放弃呢？所以呢，吼，哇，伊即嘛入去这个吼房间了后，三火款款的，我甲伊计要同房呢，吼，伊嫌伊计要差，吼，定讲伊袂啦，吼，定讲伊吼他较有问题啦，吼。卖气啦，甲两个老乞丐当作是新鲜啦，啊！你头壳底要歹去啊啦吼！我规去叫人吼大夫来甲你看病啦，吼来贴药啊，互你食啦。啊！即马大夫都来啊，啊！来甲贴药啊，互啉。一个间房间甲装出装入，王重阳，就是咱讲未来王重阳。这个王母记呢，伊讲安尼袂使，所以就包括家己款款的物件，款款的走去租房。走租房呢，你后门就甲锁起来，无爱让后生，嘛无爱让伊家后呢，伫遐咧参参痴痴，自己家唔多伫遐咧问啊，哦，安尼感觉足烦的啦。咱人呐烦呢，是要安怎吼？要安怎让咱讲吼，心静下来。哦，我即卖伊家后落去甲弄门，伫咧甲弄，伫甲弄，伊就真生气了，对啦，门甲开开。气甲一个面红光光了后呢，这王重阳想到一个较好的办法。王重阳想到什么款的方法？当伊这个面呢，当咧生气的时阵哦，向阳哀一声呢，怎啊倒地？然后呢，一卡一手，嘴歪目睭叉，嘴歪目睭叉，哇哒，大事大条啊！伊家后呢，看到这王母鸡呢吼，生气起来吼，怒火攻心，啊，这嘴啊歪啊，目睭这歪一边，嘴啊歪一边，卡手怎啊慢慢歪来安尼吼，惊一个较紧的，叫人去叫大夫啦吼！这大夫来的时阵，王重阳嘛真够假呢，假到有够像的，就是跟那中风同款。哦，啊，今嘛这个吼，大夫就讲啊，夫人啊，你这吼，你的红腮吼严重了，这吼爱调理一段时间哦，啊，无袂恢复哦。好一个王母鸡呢吼，哎，真正是。想到这个好办法，啊、所以吼、哦，起码无一个敢去甲搅扰，伊就倒在房间遐，吼、哦。啊，起码人也要烹药啊，给伊吼，拢叫人藏在门口，无要防入去啦，藏在门口。啊，这门口呢，讲老爷，药啊，给你装好啊，放在门边就好啊。啊，我若要啉，我就会去摕。啊，起码就吼、哦，等候这个。家动走去的时阵，伊就入去甲药啊碰入吧，啊就甲破掉。药啊碰入就甲破掉，伊都无破病，要啉药啊啉安怎？所以呢，无人看到讲吼，伊是咧假破病啦吼，啊所以讲吼，就无人敢过甲搅扰。好一个王母鸡呢吼，用病呢吼，清炖吼。在伊这个厨房内底面，这样的厨房内底面，五道修真啦、啊，修行打坐，如此一十二年呢，大胆成就呢。你也看一季拢要十二年啦，无论多一个要修行正果，一季都要十二年。所以就出一首诗啦，吼，讲车为平来，住为盘，林荫地汤几餐罢。看来甲人是同款，虽晓他在把刀办呐、啊，一十二年功圆满呐，阳神顶上来出现。世上多少修行人呢？啥人下得这样干呐、啊？吼，啥物人要下得恩爱的翁某夫妻？王重阳、王母鸡呢？吼，家中风呢？十二年的时间。
现在讲到这个王母记呢，在家修行大道，会当出这个阳神分身变化，家己就出一个道号啦，吼，叫做重阳。为什么这个重阳？三月初三，吼，某人咧讲吼，是咱三月初三叫做重阳嘛，三跟三都是阳数，所以家己号一个道号叫做重阳。这种重阳呢，迄一暗呢，伫厨房打坐的时阵呢，正在一念不生万籁俱寂的时阵呐，聚聚的时候，明听了这个啥虚空中呼唤啊，王重阳君速上云端接教，就叫讲王重阳真人呐、啊，赶紧来接教。这个声吼是哪雷公的安尼吼，鸡声铁鸣啊！这个重阳呢，望从上虚空呢，见到这个啥？见到这个太白金星，徛在云端呐、啊，靠天玉照下，王重阳呢跪听宣读，教我念你重阳苦志修行一十二载啦，毫无过失，金积。道果圆满啊！得封你为开化真人，玉帝个学封做开化真人，速往山东度世，早速七真上升啊！功成之后，另加封正，念其玉在。啊，即嘛，这个王重阳就跪伫云端顶悬啊，千叩谢，万叩谢，送别了太白金星啦、啊、吼！这金星呢，脱掉了后呢？这重阳拜谢太白金星呢，敬礼了后，哦，伊就讲真人呐、啊，真人呐、啊，你爱速往啦吼，速往山东度世，勿为劳苦啦，有负地心，就是讲你爱赶紧去，七真人伫遐咧等你吼、哦，啊，你唔通辜负着玉帝吼、哦、对你的奉上啦吼、哦，啊嘛唔通辜负玉帝对你的期待。他人呢，蟠桃会上相见啦，再来叙谈。特别金车讲了后呢，自回天宫呢，这重阳乃归树屋打坐啦。有一天的透早，玉蛙呢，你要送水来，互伊洗面啦，送门塞未开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赶紧的吼、哦，报告因这个祖庙呢，吼、哦，伊讲吼，啊，为什么吼、哦，啊，这个。老爷的这房间门较早就拢无串，今日为什么安怎拖都拢未开？啊，窗仔门一四格我拢去甲开看卖，拢开未开，拢锁掉了呢。干的是老爷呢吼，啊，伫迄个所在想未开，因为中风想未开。干的老爷想未开想死呢，吼、哦，将门拢锁锁轻轻呢，吼、哦，反正老爷想未开自杀的，哇，这个吼、哦。王重阳的家后呢，又惊又慌呢，命死下的人呢，赶赶紧紧门甲弄开，哇，里面也无看人啊。王重阳遁走去啊，门窗拢总锁锁的，但是叫人来甲门弄开了后，里面才找无人，全无影迹。哦，啊，这个吼、哦，伊周娘仔呢大哭，惊动了庄内人呢，坐来探问。原来啦，吼、哦，众人拢感觉奇怪啦。啊，门啊，串咧，吼、哦，啊，窗啊，串咧，人会无看？难道干的是从啊行为这个厝顶买去哩，还是爬壁出哩？甲看厝顶买嘛无破咧，啊壁嘛无安怎？啊无爬壁，啊无走厝顶买，哪有可能啊？吼、哦，哪有可能？啊，即嘛吼，入来去甲看看咧，并无一砖一瓦。嘛无感觉多位啊破坏掉啊，所以找无下路，内中对呢吼，受一寡技巧呢，所以看这个王浩廉呢吼，那安尼十二年拢无讲话，怎啊伫内底安尼十二年，绝对是因为迄两个老乞丐，伊甲当作神仙，啊伊嘛照伊个口诀来练，啊有可能练十二年呢，真正神仙安尼飞出嚟啊呢。庄头的人拢安尼想啦，讲啊，这个王母记呢吼，成了神仙了啦，啊，所以讲一直书房来坐十二年呢，未经煞动呢，吼、哦，托这个中风的命呢，是为绝顶呢，吼、哦，咱看这个红光满面，你讲伊是中风，
太的红光满面，伊厨房个玉瓦讲，我看伊无成呢，眼内神光射人呢，毋是神仙，无是相。所以众人闻言呢，半信半疑啦，齐声言道：那安尼讲，伊定了神仙驾云上天去啊！哦，啊，这个周娘子还佫较哭，啊，这个人够无情无义呢，吼、哦，啊，要走也无甲某识别，也无甲囝识别，哦，真正是愈想愈唔对嘞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这个王重阳的家内所有的悲伤，咱只慢车讲甲播喺边啊，吼、哦。咱即马来讲王重阳迄一天离开了这个厨房了后，就土遁呢，离开了大卫川，往这个山东而来啦。行了数千里呢，并无什么七斤啊，佮拄着两个人啊。啊，伊讲的迄个两个人就是啥？讲一个就是为名，一个是为利的人，看到拢是名利的人啦、啊。吼、哦，这边他有什么七斤人呢？佮再讲无什么款人物啦、啊，我看看无啊。所以吼、哦，伊伫半路呢，哪行哪想，就险死找不着人才呢，看无人对答要学刀嘛。这王重阳呢，见无可度之人呢，吼、哦，伫想要等个三西的时阵，行到江南山卡，行到这江南的山卡呢，看一个土山呢，人讲面形百里，清幽又个可爱，一旦静了吼、哦，不如用一个刻土之法，遁入土中呢，吼、哦，来迄个所在来潜伏埋葬呢。等待世间人有了修行人，迄个时阵你才出来度因就好啊！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伊就人讲练觉练坐，遁入土内，欲半失神呐、啊。已经到这个极深之处呢，有一个穴道会当互伊安怎？有一个穴道会当互伊吼，这个洞坑就对啦。有一个洞坑会当互伊用心呢，睡入这个吼洞坑内底。人讲以浊取性，福气调时啦，以准机命。哦，啊，即嘛吼，咱也要讲起讲吼，王重阳走去唱凉啊，你知无？伊讲啊，去这个临海关看无啊，大家拢嘛是干那在为名为利的，啊，看无一个政治，嘛看无一个要收的，啊嘛看无讲安尼，倒一搭有特别有善良的人，有根基的人，通会多呢？伊即嘛吼有淡薄仔失望，讲叫我爱来食，啊结果咧找无人吼、哦，啊即两个新鲜咧所讲的话，啊我阁未使违背呢，啊我也未当等伊吼等伊闪西咧，啊我只好伫伫临海关遮吼等消息呢，等看有可多之人无，那有咱毋则来做，啊我即嘛就渐做渐修炼，吼、哦、啊就秘伫个土坑内底，吼、哦、就伫遐咧修炼呐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吼，米咧土坑，甘就会得过。所以咱讲，咱的王重阳第三回阿集下集呢，吼，咱来讲到这，吼，讲到这，啊，明仔载再过来连续七经段的，吼，咱讲延续安尼。来，慈天必圣公呢，下午啦，吼，咱嘛是拢有班书啦，吼，这些科仪啦，吼，赶快有班。好、哦，然后二四六日啦都有办。好、哦，阿咱啊，如果讲今日是拜一，阿、啊、要来连身啦，可以啦吼。阿、哦、要来慈天必圣公来结缘嘛，可以啦吼。阿咱拢欢迎各宫各段，咱的孙阿姐。阿咱即个卖用游览车，吼、哦，咱游览车较危险，密闭式的较危险。阿咱都安尼三五个招招咧吼，阿家己的车吼靠过，阿家己嘛消毒毒的，阿、啊、就请我出门啊吼。啊，即届哦，咱的这个八卦山呢，吼啊，咱朝圣宫然后朝圣宫呢，办这个龙华盛会，吼、哦，咱嘛是尽量卖用游览车，吼、哦、啊，咱都是安尼，吼、哦、人呢较分散嘞，吼安尼啊去呢，吼、哦，因你也要入去遐食饭，也要因拢用便当，每一个人拢用便当，无爱讲集体，吼、哦、做伙食，啊，所以拢分便当啦，吼、哦。咱若要参加，你就是爱甲讲，你偌济人要去遐食饭，伊会分便当互咱啦吼。所以伫遮甲咱报告，来慈天必圣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。啊，咱每项来说介绍的物件，你也在安心用、安心食。没有我试过了，白老鼠拢是我家己做诶。好、哦，我大细汉囝拢总做诶。好、哦，好，很好，我才会讲。
讲道的人袂使打忘记，袂使摕手戒来献翠佩啦吼。啊，咱慈莲毕生讲的火焰霜，就是咱经会咧讲的，咱平常时恁也要去摕着一罐一罐的，吼，会当抹肩胛头啦，会当吼，互你舒解筋络啦，吼，疏解你的筋络，还是疏解你的腰啦，吼。咱若要互伊较紧的，互伊会当安尼吼，啊。比较快，那你就用热敷的热敷垫，还是热敷？啊，热敷了后，你再夹抹落，暗时啊，甲出一条筋啊，安尼甲倒咧困，你就会感觉哦，明仔载变个真了灵嘞吼。啊，若无看电脑，看个头壳用要中风啊，压干哦，那肩胛头骨拢蛮硬啊吼，常常都爱去用推穴，唔免啦，火焰膏，人讲一膏搞定了吼，所以直接甲人报告吼。一罐是200块，三罐500，哦，就是等于哦，啊，大概有优待啊啦吼。来，以上这是广告啦吼，咱今日节目做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